多少钱？十二块八，十二斤吗？十块钱的。啊，十块。哪能搞的？你们被烫了咋？六块钱吧。6块钱了。这一个馒头是吧？那一个馒头六块钱吗？啊。一个馒头是吧？吃两个馒头吧，一个馒头吃不。那已经过去了。好。给我逮十五块钱的，来，逮十五的吧。好，十五块钱。来，小姐吗，大哥？好。十五是吧？嗯。十六块八，十六。多少钱？十二。多少钱？十块钱的。啊，十五六的。馒头不是拿完了吗？哥，还拿？不拿。那里面装着呢，还装。六肉五块，六块钱肉给你送你五块钱，你还想再多拿两块钱馒头？一个嘛。十三。再加点猪皮，不少啊。这个猪皮我十块钱的。老板，猪头肉给我。十一块，我十一。好，完了，猪头肉。老板，你看一下。哎，好。那是背啊，还不是辣椒。都放辣椒是吧？对。不要说啊。那是干子。白烧卖多少钱？行，过去了啊。好，往上卖这十块钱。对。差一分是吧？来点背是吗？不要，你挑吧，我切。十五，一切十五啊，一切十五，一切二十五，一切二十五都十五啊，啊，十六了，是十五，要了，那三十五一斤，啊，好，不要了，十块钱啊，十块钱，馒头，有馒头啊，一块钱俩啊。两块五，我得赔钱。我来四毛五来的。24.8，24。装两个馒头。俩不够吃吧？一个人俩嘛。啊，一人俩好。12块钱。来，好。满了。是油。啊，米饭油，你干嘛去了这段时间？去哪儿了？买油。不要辣椒。要米饭是吧？不要。辣椒。不要辣椒，不要辣椒。我说这段时间不见你了，去哪儿了？在呀。回家了。